左手边来右手传，会做饭的男人最性感。大家晚上好，我又来了。川菜美味吃不厌，万州烤鱼来相见。夏天必备冰啤酒，哪个不喝是小狗。开干，准备一条两到三斤的鱼。我选用的是草鱼，当然其他鱼类也是可以的。先洗一番菜。我这条鱼老板娘已经处理好了，从背部开啊，从背部开比较美观一点啊。这回老板娘我过来干干净净的，简单清洗一下就可以了。在鱼的背部加上花刀，方便腌制入味。先把鱼腌制一下，盐巴、葱姜、胡椒粉、料酒，左手挤出葱姜汁，再涂抹均匀。这一步是让鱼腌制入味，涂抹到每一个卡卡格格，哪根漏了哪根就没有盐味了哈。腌制二十分钟，准备好草料：葱姜蒜、泡椒。泡椒没得的可以不放哈，全部切碎。草料准备有：葱姜蒜末、泡椒、青红小米蛋、洋葱、火锅料、花椒。配菜准备有：黄瓜、土豆条、魔芋、青红椒。阿公，点火。要点黑干。趁腌鱼这会儿，我们烧点木炭。我硬给的。腌制好的烤鱼清洗好，烤架刷油，避免粘连。放入腌制好的鱼，烤鱼技巧：干了就刷油，勤翻动就不会糊哈。时不时的打开下架子，避免粘连。现在已经闻到香味扑鼻了哈，全身冒泡。找个肉厚的地方，筷子轻松插透，就证明熟了哈。如果想吃焦的朋友，还可以再烤一下，撒入孜然粉、海椒面。哦，放入盘中备用，烧油，撸成油碗下草料，来点豆瓣酱，再来点香辣酱，配料炒过三到四分钟就可以了啊，把炒香。下入配菜，加一点清水，加到条件好的可以放啤酒。配菜断生，放入鸡精白糖，要再来几个。配菜摆边上，再烧油，放入蒜末，八成油温下干花椒，干花椒炸一下，加油，放入葱花，点缀香菜，一份家庭版的万州烤鱼送给大家。就这个鱼，我厚几点皮问你们要个小红心，你们会给吗？谢谢大家。放炉子上烤五分钟，让它充分入味，就可以享用美食了。来一碗啊，请哦，要点黑干。尝点汤汤的，必须蘸汤汤啊！来嘛，尝点刺啊，草鱼的刺有点多。害怕鱼刺的朋友可以用鲈鱼来尝试一下啊。嗯，非常入味。之前我做些油炸的这个烤鱼哈，但是这个碳烤鱼确实好吃点哈，味道很肥。啊，我们吃的这个麻辣味的刚好合适啊。今年没吃过魔芋。嗯。烤鸭子嘛，反正那烤鸭子，这魔芋最适合阿公哈。这个，嗯，今天喝多比较凶，喝点什么？真不愧是牌子。人多弄点魔芋，少弄点鱼是吧？少弄点鱼，对对。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，如果喜欢我要享福农村新观众们，我上面我们明天见，拜了个拜。左手撇来右手传，会做饭的男人最性感。大家好，我是面，我又来了。家常硬菜，紫姜鸭搭配啤酒香油呢，只要学会这道菜，全村只有你最帅。
开干，准备个土鸭子，土鸭子就小得很啊，只有三斤多，先洗一番菜。其实我很早就想拍这种菜了，那盒只讲50块一斤，比鸭子的贵，我倒扯起。现在机会就来了哈，只讲5块一斤了，终于扯起了。先盖下刀，尽量小坨点才烧得入味。阿哥，点火，要再开干。鸭子冷水下锅，下入葱姜、花椒、料酒，焯水去腥。只讲皮油鸭在我们四川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，也是鸭子最经典的一种吃法，必不可少的就是泡椒。泡椒全部切碎，再准备点青红椒，切成筒筒，稍微长点。起锅前再放，配菜就准备有孜姜，把它切成厚厚的薄片子，不能太多了，这个有点难。水开后捞出来用清水洗干净，烧油，再来点猪油调成混合油，吃起更香了。六成油温下鸭子，先把鸭子稍微爆干一点，吃起更香了。爆到微微发焦就可以了，泡一个蛋蛋，下了豆瓣儿，泡姜泡椒，继续翻炒，炒香以后放入一半的孜姜，来一点点生抽，加入2罐啤酒，可以再放点香醋，泡得更快。烧开中火40分钟左右，害怕阿公熬不动，加10分钟。40分钟后放入剩余的孜姜，配菜青红椒。搅拌均匀，大火收汁，再来点白糖，一斤。鸭子来起锅，一道经典农家菜——孜姜啤酒鸭送给大家。就这个孜姜啤酒鸭，我厚着脸皮问你们要个小红心，你们会给吗？谢谢大家。来，娃娃请哦。要不就很干。你看这个下盘啊，下盘是最经典的，应该是跑了。你看，你上跑没有？好啊，花呀，我都花了。哦，这头这头哎，这头没骨头的，我都好久没吃鸭子了。哎呀，那点红油必须。我两个喝了啊，这种嘛是正宗的四川菜嘛。哦，在我们四川农村，这个吃法就是最经典的哈，孜姜鸭。我是孜姜菜的，你看，我孜姜。但是孜姜不能放多了哈，放多了辣得很。这孜姜的辣比海椒的还要凶的，脆生生的，非常爽口啊！两两口蒜来心，葱姜再来的只来的嘴边儿啊，就来嘴边儿了。嗯，蒜来心啊，蒜和那海椒是最来心的。不然话是两两口啊，蒜来心，海椒来人不良心。嗯，还切了个凉菜啊，还有肉。那么好，那不对，这些配菜也非常好吃啊，全部吸取这个鸭子的精华啊。啊，哎，哦，太爽了。嗯，这啥子鸭子一直放的菜油都滴得起。嗯，等我。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。如果喜欢我，也喜欢富农，才请观众们我上面，我上我们认真点，拜了拜。